一千年前，他们抵达了地球东南亚马来西亚的北部一个叫做吉打的地方，好像叫居里啊，是一个会馆，福建会馆。他们看到了台上的铅笔盒，为了抢他，四大种族使出浑身解数打起战来。希望毕业生们呢，就以后都很快乐哦，然后只要坚定忍耐的度过这些风浪。